20年前，大内侍卫严嵩奉命寻找宝藏的夏国，临危受命的他还未解开奥秘，就贸然闯进沙漠，几乎全军覆没。我们的情报部门已经获悉，日本人要侵略之企图，倘若被他们先找到宝藏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盯着，轨道。都说了你会来找我。 有何不算呢你？成狼不成，王室在右。小子，这东西你吃不下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擒获夫必须吃。什么情况？大家小心。弄死他们！快跑！快跑开！